IVF. We made babies. Like, literally, made babies. Just, it's a tough decision. If you can't have it naturally, should we challenge nature and do IVF? One, two, three. Oh my gosh. Yes, I have a fertility issue. Having kids was always on the cards, just yeah. When, but we were approaching our 40s. We were just thinking it's a time pressure thing. 如果再不生的话，就可能会太晚。It ended up with a miscarriage. That was when we were both thinking, I think we need more help. So on May 29th, 2020, we decided to do IVF. We made babies. Like, literally...made babies. Just, it's a tough decision. If you can't have it naturally, should we challenge nature and do IVF? One, two, three. Oh my gosh. You know how it works, but you don't really know how it works. 到底要不要冻卵 IVF 是什么 AMH 是什么 Anti-Malarian Hormone, what? The question is, why do people do it? Why do we have kids?It was a true love story. Yeah, like an 80s movie. Oh my god. Once you hear the heartbeat, it becomes real. It's scary. It's emotional. It's everything. Show up. Yeah. 在怀孕七八个月我才看到了，就突然间照镜子的时候这么这样大片，然后有 OK 是因为一个女生从貌美如花到怀孕的这个过程，然后到有妊娠纹，真的我看到我自己也是觉得很难过啦，我觉得算是记录妮妮拉这段时间怀孕的最后发生的事情。这边有一点想要分享，就是我觉得妮妮拉从头吐到尾，这个已经是很辛苦。然后最近心情非常 emo， 因为妊娠纹的关系。讲真的，我看到我自己也是觉得很难过啦，就是因为一个女生从貌美如花到怀孕的这个过程，然后到有妊娠纹。其实我自己也问过整形医生，我也问过不同的医生，也上网找过很多方法，好像是没有100%根治的，因为它。是在那个皮肤拉扯爆裂之后是很难回到原本的状态的，这个就是记录了母亲的伟大啦，毕竟每一个人母都曾经是少女，她看到一次妊娠纹她就很不开心啊，阶段啊会哭啊会 emo 啊，她去找她朋友的时候她掀开她肚子给她朋友看的时候她就会哭啦，因为妊娠纹好像是有会遗传或者没有遗传都有，就是看个人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她现在心情就特别不好，想要拍摄这视频最主要是记录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很多的妈妈都是很伟大的。到时候现在呢去找一下孕妇，因为她现在好像在准备要来待产包。Hello， 女儿，如果你看到妈妈这段的话，你知道她哭了很多次。嗯，下来。可以啊。嗯，对，你曾经也是个少女，所以，所以妈妈稍微大，她是真的有哭了，我有偷拍到她哭给大家看。哭了，阿皮。哎，莫宝宝会 feel 到，等你不开心又吐了一下，他又害你吐，不会过去。OK。我现在讲一下，我们都很 sad 哦 ，sad， 我很 sad。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不懂我能做什么。OK。嗯。女儿会听话，就叫女儿出来听话，乖 OK。这就是真实，一个女生。从少女转换成妈妈，然后生孩子要面对的东西哦。看她这样子哦，这一年我对我妈妈也是至少没有不礼貌啦。在怀孕七八个月我才看到了，就突然间照镜子的时候这么这样大片，然后OK 没事，你要出来听话，嗯。
是第一次做妈妈，每个人看到就是现在肚子这样讲，都会心情比较低落一点，责任成为又是很难解决的东西。不用怕，如果有知道解决方法的人真的有效的，可以留言，我还是会加油的。有孩子出来，我会帮你教好了，你可以好好放肆玩个性，你可以好好享受。我的老公在学校读书是很糟糕啊。什么糟糕？你是最后一班的不是？